又抓到一个，抓到火锅了，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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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
不要还有那个，就来过来看一下。直接出门。来人了，带上比比火锅。火锅吧。哎，你有？哎，我有铅笔。先别拿奖，先别签名，先别签名。他看到宪哥太熟悉了，干嘛？这么签名，然后一签名就脱光了。宪哥，宪哥，宪哥，知道今天来是要看素颜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今天要来聊什么化妆技巧？你还会几岁啦？你今年几岁？二十六，你才会相信制作单位的鬼话。好单纯，以前的真的是说什么做什么。哦，乖乖的啊，对呀，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素颜的排行。素颜的排行，要看你素颜的样子。你觉得你素颜好看吗？有自信的地方吗？皮肤吧，皮肤很好，就是好像听说比较黑的人比较不容易有痘痘，所以我就没有坑坑巴巴。你不黑吧？没有坑坑巴巴，白白的。那有没自信的地方吗？比较觉得自己没自信，就感觉气色会不是很好。哦，当然啦，没化妆，每一个气色都很不好，就看起来会暗沉。OK OK， 出来了吧？怎么样？咱们有什么想问他？目前没有。那你敢让你的男朋友看你的素颜吗？是可以不用让他看到的吗？可以啊，有的会，怎么可能住在一起？有的会尽量不看。没有啊，那种日本太太都是那个等老公睡觉才去卸妆的，那个太可怜。这种事，然后老公起床之前，他先起床化好妆，就是当一个努力不懈的人。对对对，真的不卸妆。然后老公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尿完一回来，哎，我老婆呢？但是你是哪位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在他们心目当中竟然是第一名哦，已经有排名了。对啊，这是排名，你看一下。今天要排名的人都在这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感动啊！所以下跪了，所以你是第一名，没有。然后要对抗的有这么多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那上面有两个啊，他们都知道是要素颜来吗？很多不知道，全部都不知道，知道吗？你看他们每个都知道他们两个是谁吗？林莎跟心雨啊，哎呦，刘雨欣，好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你在这个球场旁边被遇到素颜合照也 OK。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夸赞自己哎，哦对啊，超级炫耀文，没有炫耀，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广大的象迷，所以有时候工作就没有想要化妆去买吃的，哦，有时候店员可能就是象迷或者什么的，哦，在路上就被遇到，对，那他们就可能就要拍照，那我就会说好，老着耶，哦啊还是，来有小考虑啦哈，小考虑，但是还有 OK 啦，来直接看他素颜，看看，好吧，一、二、三。真的，你真的是素颜吗？我咬一下嘴唇。你有偷擦什么吗？这样的口红吗？我是怕太，我最害怕的都是你这个偷擦，你是不行，不行，各位，谢哥，把它抹掉，我要彻底检查，脱外套，要来一招。宪哥，你用你的卸妆法帮他卸妆，舌头卸妆，他的嘴唇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口红，帮他卸妆。我帮你卸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卸？刚刚有教我们一个，其实也会怕男生看到你素颜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去玩很大，你就好像很害怕。对，因为之前来的话，可能顶多就是可以一到就是有梳化姐姐们会帮你妆发，然后玩很大的时候是要过夜的，对，然后就大家是那个素颜，然后我想说，不知道看到我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小黑炭子？哦，对，但是好像就大家都那时候宪哥、坤达哥都没有说话，可能就看过太多人了。哪里黑了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球场会一直晒太阳。我们的礼貌是我们看到，但是我们也不会说。真的吗？那你觉得你应该一二三四五六排在第几名？三边。可能三四就开心了吧，三四就开心了，好了，好来，那就三，来就三吗？三，顶顶下去，顶到顶顶，所以排行上不改。你觉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你们后面讲的意见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
来 KOL 意见领袖，我觉得 BB 果果应该在第一个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因为真的没什么差别。好，真的没什么差别。你应该是象迷吧？对啊，我不看棒球，不好意思。你不看棒球？哎呦，他看网很大。好 ，OK， 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往前推一格，但是他不好爬过去，我过来抱过来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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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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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好，那你自己过来啊。好，哎，啊，那阿鹏在三。我觉得阿鹏可以往上一个名次，对，阿鹏还是在三，应该是 OK。哎，那不行，那你们这样对林沙，我都没有动。林沙可能要不要再往六那边去？对，往七那边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四号摄影可以哦。